好，大家好啦，咁我哋係 Tour Guide。咁首先喺我講解我哋嘅 idea 之前，想問一問大家，大家可能一年裏面去幾多次旅行咁樣？可能一次、兩次、三次咁樣。好，咁咧？其實我哋去旅行其實可能好簡單，我哋可能拎起部手機，撳張機票，可能真係快得嘅話，翻屋企 pack 埋個行李，咁我可以即刻去機場啦。咁但係其實我哋發現咗社會上有一班人，唔好話去旅行啦。其實他們可能過隔離區由油尖旺區去這個黃大仙區其實都有一定的困難。那我講的這一班人是甚麼一班人呢？是一班輪椅的人士。輪椅人士你看這張圖都看得出的，一個樓梯級，一個可能一個障礙物，其實已經是令到他們成個的行程是很難去去到的。那或者我再分享到一個真人真事，那我們曾經訪問過一班的很幸運的輪椅人士，他們去過參加到這個社福機構所搞的旅行團的，那他們呢得出來的 feedback 回來就是說真的很不易。為什麼不易發呢？因為那一天他們吃完飯，那他們吃完飯跟這些鴨仔團吃完飯，那就正常就去個廁所跟著就上車的啦。那他們正常人的所用的時間，我給盡你15分鐘半個鐘，你怎樣都可以搞得掂，就吃完飯跟著 去個廁所跟著就上到車的。但是他們那一天足足等了兩個多鐘。為什麼是等了兩個多鐘？因為他們整個商場裡面只有一個雙層人次廁所，他們一個雙層人次廁所，他們可能每一個人用5分鐘的時間，他們20多30部車在等同一個廁所的時候，二乘二這麼多輛車就乘回5分鐘，其實一等的時候就等了兩個多鐘。他們基本上整個 experience 都是有兩個多鐘是等著用在一個無謂的時間上面。所以我們正正就發現了他們很需要是一個 small group 的 travel。咁我哋呢一個 product 正正就係希望達至呢一幅圖想做到嘅嘢。我哋希望去提供到一個另類嘅 travel 嘅 options 去俾我哋嘅一啲輪椅人士。我哋希望佢可以帶到佢哋去參與一個細啲嘅 group 啦，佢哋可以去享受到真真正正旅行嘅樂趣同意義。我哋係一個 platform 啦，就去聯繫翻兩一班人嘅。咁一班人就係一個嘅殘疾人士啦，可能no matter 佢哋係 E 班又好 ，O 班又好。他們就會用我們的 platform 就去找一班相應的 service provider， 我們可以找到一班 volunteers， 找到一班 tour guide， 甚至乎是一班 tour guide 是輪椅人士來的。那我們希望達至到的是，除了我們可以 commercially 賺到錢之外，我們都希望去回饋這個社會，提供一個每一個人應有，我們認為應有的一個旅行的一個樂趣和一個服務給他們。那這個就是我們團隊的一個分佈，有 marketing、 IT、designer 咁樣，咁呢啲就係我哋暫時做緊，希望去 achieve 到嘅嘢啦。咁我哋喺 marketing 裏面有着手到嘅，喺一個 Instagram page 裏面，可能而家已經有千幾二千個 followers 啦。我哋都係 engagement 一班 core 嘅 tour guide 去不停咁同我哋去提供一啲服務嘅。咁我哋都提供一啲嘅 training 俾佢哋啦，去 cater 翻佢哋去成為一個所謂嘅合資格嘅 tour guide 嘅。咁我哋都係不停咁做緊唔同嘅旅行團啦，去不停咁 modify 緊我哋個 business model 啦，同埋 cater 緊唔同嘅 needs， 睇我哋有冇嘢需要改嘅。咁我哋都同唔同嘅機構合作緊啦。咁頭先我講過，我哋就係不停咁同做一啲 review 啊，不停咁做 interview 啦。咁頭先我講到一個 tour guide on wheelchair， 其實我哋都係 inspired by 呢一個 interview 嘅，因為我哋發現咗其實好多嘅殘疾人士。輪椅人士其實他們很難去找到一個正常的工作，甚至乎很多人他們都是一個 jobless 的。那我們都希望提供一個 platform 給他們，去讓他們找到，不要說即是足夠一個生存，不要說足夠一個生活，其實可能一個 basic 的費用讓他們去日常生活已經很足夠了。那我們都提供不同的 training 啦。那我們都砌了一個的website 的，我們都跟這個新加坡的 NTU 的學生去研究我們的 platform 這樣。咁呢個就係一啲嘅 potential market 啦，喺呢個 business world 裏面，咁我哋發現咗成個 market size 係好大嘅。咁大概少少嘅 financial forecast 啦，我哋簡單啲嚟講就係18個月附近我哋就會做到 break even 嘅效果。咁就呢個就我哋 implementation plan 啦，我哋希望就係當我哋嘅 model 不停咁成熟嘅時候，我亦都希望去 expand 到去唔同嘅地方嘅。咁我哋最後啦，我哋希望我哋可以提供到另外一個 travel 嘅 options 俾佢哋。我們希望他們可以有一個 small group， 甚至乎一個 customer 的一個 service， 去讓他們享受真真正正旅行的樂趣，還有也希望我們可以提供一個 platform 給他們，可以去他們自給自足。